打四颗公鸡下的蛋，来一包虾酱啊。这包虾酱啊，对这些韭菜、鸡蛋呢，多少有点淡，就少放一点盐，然后把它搅拌均匀。喜欢吃味重的啊，可以放两包啊。虾酱新吃法啊，好，可以下锅了啊。菜炒好了啊，虾酱、鸡蛋炒韭菜啊，我尝一口啊，非常鲜。韭菜、鸡蛋啊本身就很鲜，再加上虾酱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口感杠杠的，上菜了啊，吃饭。